南无本师净度生无生论。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论文。二，深度缘起门，一真法界性，不变能随缘，三生即是土，悉由心变造。好，这个在立论的四门当中，前面两门属于总摄。第一门的一真法界门是从理据的层面来论说，那第二门深度缘起门是从事照这个层面来论说，这就是天台家说的理据事照。那这个深就是指三身了，法身、报身、应化身啊。土就是指是土，缘是因缘的意思啊。这个因为主因，缘为助缘啊。起是升起的意思。那这个门是通达的意思啊。那这个深度缘起门，这个因缘属于能生的要素，三生四土属于属生的境界啊，所以这一门就是从能生和属生建立的这个论题。那对这个论题有一个寄颂来建立它的宗旨。这个寄颂四句啊，一真法界性，这是第一门所讨论的性体、性量和性具啊，这个啊就接着前面所阐述的这个。如来藏的体性呢，这个体性是不变的，但是能随缘，这个体它有能量，有能力，能够随缘，缘就是或染缘或尽缘啊。这个随缘就随染缘就造修恶，随尽缘就造修善，于是就缘起的十法界啊，这个三生四土，这是随缘所造的事相啊。三身是从佛所证的那个立场来说，是法身、报身、应身，这是正报了啊。那其实三身九法界众生也有三身啊，这就下面去说啊。四土就是指十法界众生所依的啊气世间居住的环境
啊，那释徒一般我们前面也谈到十法界佛住在常寂光土啊，菩萨住十报庄严土，身闻缘觉断见思惑的圣人呢，住方便有余土，六凡的众生住凡圣同居土。好，这三生十土就包括十法界的这个正报、依报啊。那这些希有，就是这些事项都是怎么升起来的呢？啊，那就推究属生事项的缘由，是由心，这个心就是指一真法界性，是由心性所变造出来的，便是变化熏，不思议的熏就成为不思议的变啊，那它的体性是不变的，通过熏习随缘呢，它就变了，不变而变。那这个造是构造，十法界的一切的事项都是现前一念的心所构造出来的啊，那是由于心性性具十法界，所以它才能够变造出事项上的十法界。好，请看下面论曰：一真法界性，即前文所明性体、性量、性具也。教中说，真如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者，正由性体、性量及性具故。如君子不弃，善恶皆能。那论约就开始解释这个寄送，先解释这个一真法界性，就是第一门所详细阐明的性体、性量、性具啊。那性体呢，是从这个中地层面说，性量是从真地层面说，性具是从俗地层面说啊。那这个用这个三地来统摄一切法，那前面所阐述的这个一真法界性，就是性体、性量、性具也有大乘经教的依据，所以这个教中说啊，就像楞严经呢、楞伽经呢、大性起性论呢，这些都在阐述这个道理。这道理就是谈真如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的这个宗旨。在大性起性论就把这个啊，这个一心呢分为二门，心真如门。心真如门就是类似于性体、性量呢，不生不灭呢，清净无染呢啊。那这个还有心生灭门，哎，生灭门就是谈随缘的现象啊。那这个真如就是指一真法界性，它
不变，不变就是性具的离体呀、啊，能够随染尽缘显现啊，释出世间一切的相状。就在随染尽缘的当下，它也有不变的体性啊。这个在第一门谈这个七大，就是也是谈这个问题。比如七大，地水火风空见识啊，它的不变呢，就是都是清净本然，周边法界。它的随缘呢，就是啊，这个随众生心因属之量寻业发现，寻他的善恶业，发现他的境界啊，这些都是阐述这个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道理的。那用这个，用一个比喻来说，就是君子不器，善恶皆能啊。君子不器是《论语》里面的一句话啊。这句话怎么理解呢？这个器是器皿的意思，一种器具它有一种作用功能，但是君子啊，是通达啊道德的啊，这个道德的君子，他是不局限在某一个功能作用上，他不是一才一艺的，而是通才，这叫君子不器啊。就像明代的哲学家王阳明这样的，文武双全啊，虽然他是一介书生，但是打起仗来他也很厉害啊。这个拿起毛笔可以写书法啊，这个可以做诗词啊，从政可以治理好一个地方啊，修心养性可以治良知物啊，农场大物，哎啊，跟人家比武射箭他也是高手，哎，这就是君子不器啊。君子不器就类似于他有一种能量啊，比如这个电能它不能说是一种用处吧，它在各种器皿当中发挥各种器皿的作用，就是它有这种智慧能量，所以它干什么都能干得很好啊，全才啊。也就像孔子一样的啊，天纵其才，多才多艺。他的学生啊，门徒三千呢啊，得意弟子72呀，那时候各种门类的学生都有啊，他一定是通才，才能教各种类型的学生出来啊。这君子不器，善恶皆能，这个意义就更深刻了。一般的来说，一个善人，纯善之人，只能行善，他不会去造恶，一定是被别人逼迫勉强去造恶，这是一般藏通别教都是这么说的。但一个君子呢，他是有种种善巧方便的，他能够在修，这都是在修德层面说，修德层面可以作善，也可以为恶啊。
这就是佛菩萨度化众生有时候要用性恶法门，表现形态是恶的一面来度化。那一般不了解情况的，他会迷惑，怎么这个人造恶呢？啊，你比如讲菩萨戒，那这个都有开缘呢，叫开方便缘。比如这个杀戒，那杀生肯定是恶，但有一个例子，大哀菩萨遇到在海上的船呢，500个商人，其中有一个人起了恶心，要把其他人杀掉，独吞那个财宝，所以海神就托梦给这个大哀菩萨，告诉他你有这桩事，你来处理。这个大哀菩萨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把这个恶人杀掉，来救这个499个人。哎，那杀一个人，他是抱着怜悯心和带这个恶人下地狱受苦的心来做这个杀业的，所以这是修德层面的恶，他也是全信起修，全修在信了，全信恶起了这个修恶，这叫全信起修。那全修在信，全体的修恶即信恶。好，到了信恶，那在信，在体性上有信善有信恶，在修恶层面善恶分明，在体性层面善恶是可以消明它的界限的，是可以分而不分的。于是从信恶可以通达到信善，哎，他就是奢佛性了。所以这个大哀菩萨做这桩事情，不仅没有下地狱，他还升到天上去了，还有功德啊。所以这个有时候恶的，这在大乘佛经就叫行于非道通达佛道，这是善巧方便，但善巧方便的是不可思议的范围，有时候凡夫的肉眼是看不明白的啊。你比如提婆达多啊，那一看这个人太恶了啊，这个要杀佛，要分裂僧团，要怎么，那一看罪大恶极呀，也是从藏教表达他是深深陷入地狱的啊。但是从法华经来看，哦，专门有一品是提婆达多品呢，那在这是开权显实的一部经呢，称信而说呀，那佛赞叹释迦牟尼佛啊，赞叹提婆达多啊，由于有提婆达多善知识故啊，我才能圆满六度啊，18部共法呀，快速成佛呀，啊，并为他受记，未来他成佛，佛号叫天王如来呀。那你，而且提婆达多堕到地狱去，那这个有一天佛就对阿难说，你可以到地狱去看看提婆达多怎么样呢，啊，去探望一下。好，那这个阿难尊者就到了地狱门口，那个阿旁鬼族啊，
就跟他说，哎，你来了干什么呀？他说我来探望提婆达多。那这个鬼卒说，你要看望哪尊佛的提婆达多？那说明地狱里面关了很多提婆达多啊，都是那哪尊佛？是每一尊佛都有一个提婆达多。那阿难说，我要探望的是释迦牟尼佛的提婆达多啊。这个对话很有意思啊，那就对上号了，就把那个玉门一开啊，提婆达多提号啊，有人来看望。那提婆达多见了阿难，还说，哦，你来了，佛还顾念我吗？还在顾念我。那阿难说，佛常常惦记你啊，你现在怎么样啊？哦，他说我在这里很自在，我在这里的安乐胜过三禅之乐啊，所以这都是大权示现的啊。但是要通过恶的行为也能去做，不是爱惜自己的羽毛，我这个恶我一点都不做，这个能行恶，看这个恶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这个君子不弃善恶皆能，这才是真正的谈性具不仅仅是性具善，只是行善的，因为性恶性具恶，它也能够在修德层面行恶，但这个恶有时候是有正面价值的。好，请看下面。故尽意华严经云，能随染净缘，具照十法界，为真如信中属具九法界，能随染缘照世中九法界，真如性中属具佛法界，能随净缘照世中佛法界，所以能者正由性具，性若不具，何属称能？天台家言，并有理据，方有适用，此之谓也。好，请看这一段。这里引用华严经净义华严经是指东晋的佛陀巴多罗真旨翻译的六十华严。现在我们通行读诵的都是唐一的师刹南陀翻译的八十华严啊。智者大师是出生在梁代在陈水活动在陈水两朝讲经说法，所以那个时候唐一华严经还没有翻出来，所以在智者大师那里引用的华严经都是引用净义六十华严经那这个是引用净义华严经这就很直接的表达这个不变随缘的问题，能随染净缘具照十法界，能够随染缘和净缘
具足构造十法界的相状。那这个能随呢，就有三层意思。第一，是十法界具理具，你理具十法界，才能够照在事相上照着十法界。那这个理具是照是随随缘，这个缘或者净缘或者染缘啊，是包含这三重意思。好，那这样的啊真如性，就是一真法界性中属本具的九法界，因为九法界就是指六凡法界和声闻缘觉菩萨法界，它能够随染缘，这个染就是指烦恼的意思，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随这个三种烦恼之源来构造，或者说照着事中的九法界。那有人会说，你说六凡法界谁贪嗔痴慢疑，他应该造作的恶业成为染缘，那声闻缘觉都是修处世间法的，他怎么也称为染缘呢？那菩萨他也是更清净呢，为什么随染缘？这里六道凡夫随见思惑固然是染缘恶业，但声闻缘觉他修人我空，拂断见思惑，但是他还在随尘沙惑的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也是染缘。那菩萨断见思惑尘沙惑，但是他无明惑没有断呢，他随这个无明惑，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随染缘啊。那这样就体现在十法界当中啊，真如性当中所具的佛法界，它是随净缘，随净缘就是修三观了。从天台家的立场来看，修真观啊，一心三观，真观是破见思惑的啊，假观是破尘沙惑的，中观是破无明惑的啊，把这个无明惑彻底啊破尽啊，乃至于啊最后的一分生下无明也断尽。好，那就是从修德层面，那是大慈大悲了啊，六度万恨了啊，种种的功德圆满了啊，福德智慧圆满了，哎，这就构造显现出佛法界常寂光土啊。好，那在缘起法当中，为什么能够随染净缘，造作善恶业，显现十法界，这种能力，就是由于他信具啊，信具十法界。那是个信具十法界，十法界属一的那个最本源的能，就是
一真法界信，那个十法界都是一个相状啊，就好像由这个水显现的波浪，但是水无论显现什么样的相状，它的实性是平等的，是不二的，所以它的本源的这个实性就是那个一真法界性。所以这个一真法界性这个层面是善恶皆能的啊，你随顺境缘啊，就照啊随顺境缘随顺沙婆罗的法性，哎，你就在行修善。你随顺烦恼的染缘造恶业，哎，你就这个是六凡法界，甚至三恶道的法界。好，那你造恶的能力实际上也是借着这个佛性来造恶业的，你没有这个能，你的恶业也造不成的啊。所以在缘起法当中可以分善恶的啊，善恶敬畏分明，在他的这个能造的那个性上，它是无善无恶的，它只是一个能而已啊。好，所以这里谈的这个这种性，性体本具的那个，它是善恶皆能的啊。如果一真法界性里面不具备十法界，它怎么能够称能呢？你可以这个能力可以具造佛法界，也可以具造九法界，随你的缘来造，随你的善恶业来变的啊。所以天台家这里指啊，天台中的第九代祖师金溪湛然法师啊，他在做了一部《十波二门》这个论，《十波二门》。释明尊者对这个有一个抄解释，叫《只要抄》啊。一般要了解天台中这部书，要读一读啊，《十波二门》只要抄啊。他这里啊，金溪大师就说，病有理据方有适用，他这个理据是从体上来说，性上来说，适用是从相上来说，作用来说。那这个他为什么要分这个两重三千呢？一念三千呢，是理据三千，适用三千啊。那这个适用三千是从哪来呢？是从理据，就是全理据起了这个适用。所以它不是啊一个局部来起适用，它是举全体的一真法界性来起这个作用啊。所以理据三千才有适用三千啊，这才构成了圆教的随缘之意。不是说只是随善的一方面造善的，他这个性善性恶啊，你无论造哪个法界啊，比如你造佛法界，这是纯善的，但是也是全体的理据，这个理据是包括十法界的，
所以这个佛法界你现前的时候，你包含着九法界，只是佛法界处在那种显的状态，九法界处在隐的状态。所以这个就是由于有理据才有这个适用，而且是全体的体性来起这个事项上的作用，这叫从体起用，能够全体的作用回归它的全体，施用归体，体用是不二的。看这个，好，请看下面论文。是知世中十法界，三生四土，西游真如随缘变照。既曰真如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则世中染净生土，当体即真，无一丝毫可加损于其间者。楞严经云，见与见缘并属想象，如虚空花本无所有，此见即缘，缘是菩提妙境明体是也。好，请看这一段，这里是谈这个变照了啊，变照的这种本质。从前面谈正因为有理据才有适用，由此而知你事项上的十法界三生四土啊，十法界大家知道啊，常常讲这三生，前面也谈三生，这里把十法界贯通下的十法界三生四土，那就不仅是佛有三生了，众生也有三生啊，九法界众生有三生，但是我等众生的法身、报身、应身，由于一念无明妄动啊，那我们全体不是真如法性了，那就变成了阿赖耶识，如来藏就变成了一个识藏，阿赖耶识的藏。在这种层面，这个三生就变成了惑耶苦了。啊，惑就是我们的烦恼啊，见惑、失惑、尘沙惑、无明惑啊。那从相即来说，烦恼即菩提，全体的惑即是般若智慧。那般若在三身当中是对应报身的。所以我等众生的惑是属于报身，业所以业即解脱呀，所以应化身，苦即法身啊。所以九法界的三身跟佛的三身它是不一样的
啊。那这个四徒是通十法界啊，前面说过，我们现在所住的凡圣同居的秽土，跟西方极乐世界的四徒虽能名称上是一样，但本质上不一样。我们这个世间凡圣同居，虽能有圣人，但是圣人跟凡夫是隔开掉的，我们是见不到圣人的。但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这叫凡圣同居净土，我们现在属于凡圣同居秽土。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的净土，它是能够见到佛、见到菩萨、见到声闻缘觉，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的。于是可以说，那边就是四土圆融在一土的啊，它是有差别。好，那十法界众生显现的三生四土的差异从哪来呢？它本源都是从真如法性随染净缘啊，寻这个善恶业所变造出来的啊，这叫真如随缘变造啊啊！但是这种变造既然是真如变造出来的，于是随缘变造的当下，它的体性是真如法性，这叫不变，随缘不变。好，那这两句话是相辅相成的，不变随缘，不变是真如的体性，随缘是事相上的作用。好，事相上的作用，那又随不变随缘，这是同体起用啊，随缘又不变，你从这个事相上的作用来看，关照它的体性，摄归它的体性是不变的真如法性。好，那了解了这个原理，真如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体用和理事的关系之后，那么就能够得出结论，则事中染尽生土，当体即真，就是随缘所变造的这个事，这个事就是十法界的事相，它分染净，染就是九法界，净就是佛法界啊。那十法界都有它的五阴的身，正报的身，也有他所居住的土啊。那唯有佛住在常寂光的净土啊。那九法界众生所住的或净或染的依报之土。好，从这个染净善恶身土啊，身就是十法界的身，那是佛的身，万德庄严；地狱众生的身是众苦充满，污秽不堪啊，它的相上差别很大。好，但是它的体性当体即真，就是啊，这个即真就是真如法性。全体的事相，无论它是千差万别、染尽不同、善恶悬殊，但是体性是平等的，是无差别的真如法性啊。所以这个
认知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迷惑在这个事项上的差别当中，是关照不到差别的事项当下的无差别的那个体性，那个真如法性啊。好，既然当体即真，那我等众生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所感知的、所感得的这个涅槃身，所感得的这个秽土，它的体性也是全体的一真法界呀。我等众生在这里迷惑颠倒，苦不堪言。但是这种真如法性没有减少一点呢？啊，那佛法界的佛万德庄严呢？啊，净土也是啊，清净无染，七宝具足啊。但是它的真如法性也没有增加一点呢，就是无一丝毫，就是没在这个全体真如全体显现的事项当中，这个真如法性在佛那里不会增加一点法性，在九法界这里不会神减一丝毫的真如法性。所以这就是这一句无一丝毫可加，可加就是增加，就是这个法性增加一点，神就是这个法性啊，神减一丝毫。于其间者，于其间就是在九法界当，在十法界当中不增不减，法性啊，这个啊无差别，平等不二，那这个也只有佛眼所见了。我们众生都是在这个事项当中迷惑掉的，很难看清楚它的本质。那这样就引用《楞严经》来证明这个啊，当体即真，不增不减的道理。楞严经云啊，这段话是一个啊见性的话了，开悟的话了啊，就是守楞严大定，就是在一切事项当中指点那个啊妙瞻总持的不动的那个坚固的法性。那楞严经这段话也是很重要的啊，见性的话，见于见缘，并属想象啊。那这个就是一些俗语的要了解的。这个见就是八识的见分啊，这个有见分有相分啊，八识就是我等心意识啊，分为八识啊，这个前五识，第六是意啊，第六识，第七是莫那识，第八是阿赖耶识啊，这八识成为心王的。八识里面不仅阿赖耶识有见分，前七识都有见分啊，见分是能缘的功能。那见缘是八识的相分，由这个见分显现相分，相就是事相境界，你这个见分缘攀缘这个啊
境界。那在唯识学又分三性来说了，一个是圆成实性，指我们本有的那个真如法性，叫圆成实，圆满真实的那个性。那这个见分与相分，就是从圆成实性依他起性，依他仅剩，就是由这个种种因缘显现的这个性，叫依他起性。由依他起性又生起遍计属执性，遍就是普遍执着名相，执着假相，这个性。那一般对这个三性会有一个比喻，比如一根绳子，这根绳子是由于依他起性，由于有麻，有人来搓，有这个功能作用，有这个缘起，形成了一根绳。那这个绳子呢，叫依他起性，见缘。那这个绳子是什么做的呢？是麻做的，麻搓起来的。这个麻代表这个圆成实性。但是遍计属执性呢，有个众生一看这个绳子，他认为是条蛇，很害怕。那这个把这个绳子看成一条蛇，引起很大的惊恐情绪反应，这叫遍计属执性。那这个无论是见分还是相分遍属想象。遍属想象就是不了解这个圆成实和依他起性的真相，而起了一个把绳子认为是蛇的这个妄见，这是属想象。遍属想象从见分相分属妄想出来的那个相状，这些是什么呢？如虚空花，本无所有。这两句话是点到了要害的。虚空里面本身无有一物，由于我们眼睛有毛病了，看到虚空里面有花，还分辨那个花的大小，是大是小，什么颜色。实际上本无所有，本来没有的，就是由于我们的虚妄的见分，虚妄的相分，尤其是遍计属执性属想的那个相状想出来的。所以大性起性论讲，这个在真如法性是无相的，清净本然的，无相无一切境界之相的。那这个但是境界之相又怎么来呢？皆依妄想啊，由于有妄念呢，才建立这个世界啊。若离妄念呢，那就回归到清净本然的那个法性了。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正报的身体五蕴的，我们认为这个身体很真实啊，实际上这个身体就是虚空花呀，本无所有的，是坚固妄想的产物啊。我们五蕴的身体都是坚固妄想的产物，这个属住的依报的器界更是妄想的产物，如虚空花，本无
所有。但是这是佛言彻底的，这段前面讲这句话，这是说诸佛与诸大菩萨在自住的三摩地里面，关键见与见缘并属想象，如虚空花本无所有。这是这些佛菩萨在他的三昧里面所见到的事情的真相。但我等众生都是井底之蛙，还在梦幻泡影当中，把这些不真实的还是执着为真实的。啊，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颠倒啊！所以三千大千世界都是虚妄的，没有一法是真实的。所以般若系经典一直谈这个如梦幻泡影，六种比喻，十种比喻，说种种空性，十八种空，空空一空，一空到底呀，就是让我们回到那个生命的本态呀，一真法界性里面去。好，这是从无论见分、相分、遍计属实性的这些境界，这些都是不真实的、虚幻的、本无所有。这是这些虚妄的东西，但是它从哪来呢？这里就要关照全真起妄，全妄起真了。这些全体的本无所有的虚妄之相，它的本源都是菩提妙境明体啊。菩提就是智慧啊，妙就是奇妙清净光明的体性呢 啊这个就是指如来藏，就是指一真法界性啊，就是指真如法性，它是有各种不同的指称。所以我们全体的虚妄，当体即是真如啊。从这里理解啊，这个有这个事用事项上的幻用啊，它是理据的。有这个菩提妙境明体，但为什么这个妙境明又变成了无明呢？迷失了妙境明呢？这个体性呢？就是这就讲一念不绝啊，妄动，那这个妙境明体就成了一个无明的捏湿的性了啊。这个，那我们是一步一步异化成这个样子的，一念不绝啊，啊，这个深山系呀、啊，境界为缘长六出啊，啊，我们这个虚妄是一步一步的从系到出的这个异化过来的，现在是要救度还家，救度还家首先在。大乘见解上要了解一切虚妄之相，当体是菩提妙境明体，要了解这个一个道理。好，请看下面论文。若然，则娑婆极乐此世众生当生九品，弥陀已成悟心当果，悉由心性之属变造，心聚而造，岂分难所？即心
是佛，即佛是心，即心是土，即土是心，即心是果，即果是心。能照因缘，即属照法，当处皆是心性，故名此中而求生乐土者，乃生于无生良民之至道也。好，请看这段。前面从大乘圆教的立场来阐释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的道理之后，那就将这个圆教的道理来在净土往生的这个事项来阐明这个净土中往生的法义的啊，这个所以就叫洛然，洛然就是承上启后的一个话啊，就这个前面的道理能够成立的话，那来看净土中的念佛往生的这桩事情啊，这事情首先从三个界面来说。第一，从这个持土和彼土来看啊，则娑婆极乐，这是指两个不同的刹土。娑婆世界是我等众生居住的秽土，堪忍啊，就是这个世间充满着贪嗔痴三毒烦恼，但这个世间众生还能忍得下来，这叫堪忍，叫娑婆啊。那娑婆世界就是秽土了啊，那属对应的是极乐世界啊，那娑婆世界是我等众生业力所感得的一个秽土，极乐世界乃是阿弥陀佛以他的大悲愿力为安的九法界众生出生时成佛道所成就的一个净土，这叫极乐啊。这是这两土本质上苦乐竟然都是完全不同的。好，这是第一个界面对比来说。第二个是此世众生当生九品，这是从因地的这个修行来说，修因啊，修因此世众生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念佛的众生啊，那是指现在啊。那在这个世间开始念佛当生，就是未来必定可以生到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九品三倍九品往生啊。这是从因行来说，包含着这种时间态，现在你念佛，未来你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九品往生
啊，这是第二个诫命对比。第三个对比就是从果上来说，弥陀已成悟心当果啊，这是从自己自他对比，阿弥陀佛是已经成就的一尊佛，佛中之王，光中极尊啊，他是怎么成的呢？啊，他是以大悲心啊，发大菩提心，菩提心表现为四十八大愿，由四十八大愿引导他的六度万恨啊，这个积功累德，无央数劫，大愿圆满的当下，这位法藏菩萨自然就成为了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十劫啊，今天是已经，那阿弥陀佛是已经成就的佛，这是指他佛了。好，那悟心当果，那悟心就是我等众生现前的这个捏湿的心呢，哎，也全体具有一真法界性呢，也具足佛法界呀，性善呢。所以我等众生啊，未来也必定可以成佛，这叫当果啊。那悟心当果对于净业行人来说，可能分两步走啊。第一步，我们现前的这个以众生心忆佛念佛啊，临命终时感通佛地，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然后莲花化身啊，花开见佛，悟无生，悟证无生法忍，得阿毗跋致，很快得一生补处，很快就圆成佛果。哎，它是有这么一个过程，悟心当果。哎，那这个阿弥陀佛是已经成就的佛。我等众生是未来必成的佛啊，这是从果上啊有一个啊差，时间上的差异。好，那这些无论是从净土秽土啊，娑婆极乐这个净秽两土的差异，还是从现在念佛未来啊九品往生，还是从啊现在啊念佛啊去未来成佛，阿弥陀佛已经成佛，这个对比来说，这是从世照的相上有这些差别啊，这就讲十法界三生四土啊，这个随缘变照，随缘变照就有差别。但是这里是通过这些随缘的差别去体证它不变的体性，所以这句话就很重要。悉由心性之属变照，这些都是我们现前一念的心性，心性就是一真法界性属变照出来的。所以随染净缘的差别相，有着不变的无差别的那个真如法性，那这个差别相是由我们不变的心性所变造出来的。好，体认这一点很重要啊。由此就由这个来阐明一个不变的道理，这个不变道理就有一个原教的
相即在里面，就是突破能所。好，这里讲心聚而造，就是十法界都是现前一念的心本具了啊，这叫理具十法界了，或者叫性具十法界啊。那这个随染净缘照了十法界的相适用，既能十法界所照的这个十法界是由现前一念的真如法性所照起来的，它当底是一个不变的那个心性，那既能是不变的心性，哪里有能属呢？心性当中是没有能属主客体的对待的，它是绝代的，它是不二的，它是无分别的，它是大平等的，所以这心具而照岂分能属，这就是建立一个很根本的一个理念，是超越能属的。好，既能超越能属，那就是能照和属照都是不二的，都是相即的，都是平等的，都是不分别的。好，那由一个不分别啊，由一个差别回归到体性的无差别。好，那就是从心性离体上来说，这几句话自然就能成立。即心是佛，即心是佛啊！因为我等众生现在能念的心，好像是现在我们是凡夫啊，阿弥陀佛已经是果地上万德庄严，但是阿弥陀佛也是我们心具而照的。我现在能念的心也是循具而造的，这里没有能所的差别，当然也就没有因果的差别，哎，所以消明因果的对待，因果不二。既然因果不二，即心是佛，即佛是心，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好，这是消明这个身佛因果的差别，在这个无能属的心性当中，没有娑婆和极乐的差别。即心是土，即土是心。这个土包括极乐净土，也包括娑婆秽土。这个虽能从属照来说有净土和秽土的差别，但从能照之心性来说，它是平等的，不二的。所以即心是土，即土即心啊，消明啊，此娑婆比极乐净慧的差异。好，那第三句是即心是果，即果是心，这是消明啊，我现在念佛，未来九品往生之果。我当下能念佛的心就是果啊，那个果也是当下的心性。那这个是一般很难理解，我们都是线性思维，总是有先后次第的差别，但是在这个消明能属的那个状态当中，这在这个法界当四种法界当中称为世事无碍法界。世事无碍法界大小啊、能属啊、广狭呀，它都是消明的啊，它都是圆融一体的。
啊，所以就像车祸大师说，你这个念佛时即成佛时，成佛时即度生时，这三际是同时的。我们一定是啊，有现在念佛，为了往生成佛，成佛之后再去度众生，它肯定是有这个时间上的先后的。但是在这个现那一念的法性离体上，世事无碍法界，这是超越时间的，三际是一如的，它是同时态的。所以叫念佛时即成佛时即度生时啊，你这个求生时即往生时啊，你求往生的时候，即使求往生的时候，即使往生的时候啊，那消明这个现在和未来的差别，消明因行和果地上的差别，消明此土和他和彼土的境会的差别。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心具的，全体都是法界，全体都是我们现前的一念的心性。这就是啊，讲能造的因缘和属造的法，属造法就十法界，当处皆是心性。因为消明了能造和属造的那个对待的话，那无论是能造的因缘还是属造的事相，全体都是一真法界，全体都是我等众生的心性。好，那这个心性就前面讨论的性体呀，这个心性是离世俱的，绝百非的，就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是世间的语言思维没有办法去讨论的啊，体性坚疑，坚固凝啊，像金刚那样的坚固，清净无染啊，没有烦恼的污染，不离一法的啊，这是不生不灭的，常住无坏的啊，是谈这个，全体都是这个心性。那这个心性不生不灭，可不是无生吗？这个心性之体就是无生呢，离体呀。好，从这里就开始要进入到这个论题的这个核心了。你明了能造属造全体都是心性，那皆归这个净土中念佛往生的这个啊题目来讨论，就能彰显它的宗旨啊。所以最后一句就是故名此宗，而求生乐土者，乃生于无生良民之至道也。啊啊，故就是事故，就是对前面讨论的皆归这个彰显宗旨。事故明就是明了此宗，这此宗就是明了随缘不变无生之理的这个道理。随缘的十法界差别性，你皆归到不变的心性，这个心性就是无生了，不生不灭的啊啊！你要明了这个宗旨。好，而求生乐土者啊，乐土就是指西方极乐世界了啊。那我等净业行人在这个啊世界，这也包括十方九法界众生，他一定是深信切愿，支持名号求生净土的
求生净土，他在事项上一定是有一个厌离娑婆心求极乐赤然求往生的心态，而且事项上一定要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这是指方立相的啊，所以他一定是从随缘的相上去建立这个净土法门的啊，这就是西方净土不变随缘的事项啊。但这个论的宗旨就是啊，中下根人就在事项上，他去一心念佛求往生啊，这也是可以。但是这里指出一些上根立志要透过这个事项有深深的法理的支撑，就要了解这个赤然求生的是个事项，还有啊这个随缘不变的那个无生的道理存在。好，那你从不变随缘的立场来看，不妨碍无生而生啊，从事项上赤然求往生。你不了解这个无生的道理，渔夫专门念佛也能往生，只是品位略低一点啊。如果你解第一谛呢，解第一谛的上辈往生是要了解无生的道理的，这是第一谛的道理啊。那这个如果老是你对这个理不了解，这叫做啊执事迷理啊，执着这个事项，迷不了解那个往生的理啊，当然他也可以往生。如果是执理废事，那可能就往生不了了啊。从不变随缘的立场来说，不妨无生而生。那从随缘不变的立场来说，在随缘建立的事项上自然求生的这个法门，你体认它不变的道理，那不妨生而无生啊。所以讲净土法门，生和无生可以从两个界面来说，无生而生是从事项上来说啊，生而无生是从理上来说啊。所以常常会表达生则决定生，去则时不去啊，因为你一念心性没有来去的概念，没有距离的概念，没有时间的概念，它是消弭了这些差异的啊。但是啊，事项上你不能否定无去来中是宛然呢、啊。这醒安大师临往生讲的一句话啊，无去来中，这是无生的离体，但是往生的事情还是宛然的啊，这两者正好是相辅相成的。你这个无生的理要靠往生的事来彰显，你这个往生的事是从无生的理里面流现出来的啊。所以你从生而无生这个事项上，生的事项体认它无生的理体，则明其身，这个消明他往生的事，这叫以理夺事，生而无生啊。那你站在这个往生的事项上来说，无生而生，遮遣这个无生，用这个事来扶这个理啊。那这个理和事，它都是理事不二的，体用不二的，你把它结合起来来说，那就是乃生于无生良民之至道也啊。你看是站在哪个
界面来说，总之你站在理上来说，生而无生。所以泯，泯这个生的这个情况，站在事上来说，无生而生，则泯这个无生啊，这个道理。所以就是生于无生，良民之至道也。这个至道就是指啊，这个大乘原教所说的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啊道理。而且这个道，也就是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道，这个现前一念的心和佛的境界、众生的境界，它是各个相融互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理事双备啊，不能以无生的理来否定往生的事，不能以往生的事来迷失无生的理啊。有无生的理体，才有往生的妙用啊。理体用啊，由体起用，虽用归体，理是圆融啊。这里你把它遮浅，这就是叫这个圆超，圆超生于无生，但是又可以圆摄生于无生啊。你把握圆超的特点和圆摄的特点，就会把这个生和无生理事体用的关系给它把握啊到位。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